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莲姐姐来喽！嗨，我是莲莲。哇哦！今天呢，我和莲莲带来了新玩具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的名字就叫朱克贝塔。哇！这两个人物呢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绿色。哇！你能认出来哪个是舒克，哪个是贝塔吗？这个是舒克，那个是贝塔。哇哦，不错不错，答对喽。那你知道在他们身上今天可以变成什么东西吗？飞机。还有一个呢？坦克。哇，飞机和坦克，你喜欢哪一个啊？飞机。你喜欢飞机哦，那我就喜欢坦克吧，怎么样？那飞机是哪一个呢？红色。红色的舒克。我坦克呢是绿色的贝塔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两个一起玩吧，好不好？啊，走喽！江江，玩具拆好了哟。林安，你的这个是什么呀？是舒克，他是一名飞行员。哦，那我的这个呢叫做贝塔，他是一名坦克手。哦吼！你看，你看，这里它就有一个大炮，可以发射的哟。看好了。姐姐，我的也呢。哇，看看，哇，好棒好棒！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发射一下试试，好不好？好。贝塔准备好了，舒克也准备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哇，真是太酷了哟！除了这个发射的技能，他们两个好像都还有一个超级酷炫的新技能，对不对？变形。哇，对了对了，这款新的玩具呢，它可以达到五步变形。莲，你已经研究好了吗？研究好了。哦，那我也准备好了，先给谁来变形呢？我。哦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舒克是怎么达到五步变形的吧。好，走。头部盖上，身体转一圈，转一整圈哦。收起双脚，对不对？对。两边呢？两边盖上。哇，好厉害！这是什么？尾巴合上，尾巴合上。呀，加油！最后一步是什么？螺旋桨拉平。哇，快看！连组装的飞机也很不错呀。飞姐姐，你看，呜，我准备发射大炮啦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好羡慕呀，我也想要玩飞机，我也想要发射大炮。咦，贝塔变形吧，看我的，耳朵放下去，大炮拿出来。哇，哦，下半身要旋转多少度？一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呀，背过来了之后呢，坦克的上半身组装喽。好啦，这时候呢要让贝塔的头往前，对不对？对。头伸长了，你脖子。对。手呢要向上，对不对？啾啾。下一步呢要把两边的轮子钉好喽。啾啾，最后一步是什么呢？装上大炮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也要发射了。啾，发射成功。好了，你喜欢现在的这个飞机还是坦克呢？飞机。还是喜欢飞机？我更喜欢的是坦克。朋友们，你们更喜欢飞机还是坦克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最后，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